慰安妇它不是课本上的那三个字而已，慰安妇的议题是一个人权的议题，它也同时是一个女权的议题。拍下去对阿嬷是好的吗？不是在接了他的伤吗？就他如果已经好了，然后你因为要回忆往事，透过阿嬷的生命故事去想到这块土地曾经经历的，想到你也会想到你自己，想到你自己的家人。我觉得他们是台湾性别暴力被害人的典范。外婆是其实他也是自己的悲痛，但是其实是乐观面对我们家人跟朋友。对，那这部分我就很佩服外婆。那对于历史的学习有很多管道，像卢伟之歌这个样子，一定可以带给我们新生代的年轻人更多的体会、更多的感动以及更多的思考。映画は何回見ても感動するんですけれども、其实回到现实看到日本社会，其实现在完全没有变，就是都现实是都一样的，所以就还是感到对阿妈就是非常对不起他们这样。首先呢，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卢伟之歌》这部纪录片啊，《卢伟之歌》是由傅园慧出资，我们邀请了台湾艺术大学助理教授吴秀晶来担任导演，然后花了3年的时间拍摄完成的。那这部纪录片呢，主要是在记录，就是由傅园慧所服务的一些慰安妇，台湾的慰安妇阿嬷，他们在晚年的一些生命故事。随着阿嬷的人数越来越少，那我们决定要拍这部纪录片的时候，阿嬷的数字已经是个位数，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透过影像把阿嬷的故事留下来，然后能够让更多台湾的下一代，也包括台湾的民众，从阿嬷的身上学到一些东西，那这就是我们拍片最开始最单纯的一个初衷。其实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从2011年我们开始接这个任务，就是我个人还有我的团队，其实这中间有很多艰辛的部分，因为阿嬷已经平均年龄87岁，然后在她的晚年，其实她的身体也衰弱得很快，然后另外一个是阿嬷因为年纪很大了才认识我们，所以刚开始很不喜欢我们，所以我们被阿嬷骂过，被阿嬷赶出家门过，我们被阿嬷就阿嬷绕跑过，对，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经历过。可是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让我们可以去体会阿嬷的一生，在她有着慰安妇这三个字的身份里面，她所经历到的被拒绝、被伤害，或是种种的困难。而且傅园慧站在立场也是说，如果阿嬷不愿意就不要讲话嘛。所以其实我中间就是曾经放弃过，而且不止一次，就是你放弃的意思是说这个纪录片可能没有办法完成，可是我想要保有跟阿嬷最后的关系，因为我希望他们走到人生的晚年，然后看到一群年轻人来接触他们，我希望他们得到的是真心，而不是说我们是为了获得影片，获得他的专访，获得他的内心话，所以我们来接触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后来阿嬷就把他们真情给了我们，像莲花阿嬷，还有沈中阿嬷，还有小桃阿嬷，是之前拍完这个把我们骂得很惨的，后来他也接纳我们，所以我感谢阿嬷的接纳。知道外婆她有这一段过去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傅园慧的接触，我们才了解外婆的过往，就是有这么多令人难过的地方。那其实对于她遭受这样子的过去，其实也觉得很不舍，对，心中不舍之外，也很不忍心说会有这样子的发生。那她其实完全没有，就是我们就是
这种董事以来没有透露过这方面的讯息，对，还是非常乐观，还是就是你家有爸爸妈妈，对，然后从傅园慧接触之后，加上这个纪录片开始在拍摄，对，到完整呈现的纪录片，其实纪录片的内容我可以真正了解到这个整个故事的发生。你如果不知道你的过去你的徒弟发生什么事，你不会有你的未来。所以我希望大家走进戏院来看这几个阿嬷们的人生生命故事，透过阿嬷们的生命故事去想到这块土地曾经经历的，想到你也会想到你自己，想到你自己的家人，因为这个片子非常非常的真实。我自己认为，如果我们的课纲没有办法提供给孩子一个正确的资讯，去怎么样理解慰安妇其实是一个遭受性剥削、性暴力的被害人，以及他们的人权问题，只把我们推向是一个被迫或自愿与否，去再度去其实是指责被害人这样的角度来论述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课纲其实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的孩子也没有办法真正从我刚刚提到人权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所以我对于课纲的一个期待是，我们能够超越被迫与自愿与否这样的争论，而把人权的概念带入我们的整个课本当中，来认识慰安妇不只是70年前的事，也仍在现在战乱地区的很多地方仍在发生。虽然我们的课纲看到了慰安妇，可是我们的讨论一直没有办法跳脱蓝绿，也没有办法跳脱国家认同。那我想我们应该要真正抢救慰安妇的历史，让它从蓝绿跟国家的认同的纠结中走出来，去正视这一段历史。我想课纲看到慰安妇是个开始，我也希望这个辩论是个开始，让我们进入一个更有深度更有内容的讨论，才是这一波的课纲对慰安妇可能有的贡献。那另外我也想讲的是，其实慰安妇代表的是最底层的女性的历史，是最弱势的女性的历史。那我们对弱势的一个定义是说，如果今天她发得出声音，她就不是弱势了。可是我们有谁真正的听过慰安妇女性的声音，她的生命经验？那这一点我真的非常感谢傅园慧这十几年来一直陪伴的这一群最弱势的底层的女性，而且这部纪录片也让我们看到这一群女性她自己真正的声音。也就这个傅园慧的立场来看，我们事实上只是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正视这一段历史，而且面对历史，然后能承认错误，对这些慰安妇阿嬷们给一个正式的道歉，公开的道歉，诚心的道歉而已。但是其实傅园慧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的仇日的团体哦，相反的，事实上呢，我们在日本呢有非常多的民间团体，大家可能并不晓得，有非常多民间团体一直都在支持台湾的慰安妇阿嬷。其实之前在立法院里面，其实它是超越党派、超越蓝绿的，大家共同来关注。那甚至呢，在立法院曾经做成一个决议，就是呢要跟日本政府帮我们慰安妇的阿嬷去讨公道、讨正义、讨一个道歉。转型正义的议题一直在台湾，其实大家比较不敢去碰触，但是它应该要被看见，而且应该要被充分的讨论，才是我们所谓的转型正义。让故事中的人自己把故事说出来，让看到故事的人把过去的历史，我们很难完完整整的全部都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历史的每一个面向。